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玩具开箱。今天给大家做 War Toys 的猛兽侠系列的白噪音。当初看到这个宣传图的时候就很喜欢。喂，好像以前有一部希腊神话的那个电影，很久以前吧，有一个猫头鹰的机械鸟，对不对？这个给我强烈的那种即视感。那玩具本身的话呢，配色呢，虽然跟合会上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，但总体来说有点像是陶瓷跟机械混合的感觉，有一点英伦风，又有一点赛博朋克的感觉。整体来说呢，鸟类的特征啊，还是有一些羽毛、尾巴，然后爪子的话呢，用透明部件。那么脸部的话呢，有个小机关哦，它的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个这个头部的一个造型。它这个面罩是可以掀起来的，哎，露出两个水汪汪的眼睛，里头也是应该是琥珀色的一个眼珠子吧，非常有神，而且好像会盯着你看。突然觉得有点诡异，是吧？那还是把它盖起来吧啊。那它的这个两侧的这个凸起来这个部分呢，是给有一个变形的一个联动的，是这样子才可以把它给推进去。你往前面低头的时候，它会自动的，哎，把它给顶出来。有没有发现？你把它推进去啊，你把它顶出来，对吧？它有一个算是小小的机关的一个联动吧啊。头的话是一个双动关节，可以前后动。然后我们都知道啊，猫头鹰好像是听说是头可以转180度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也是变形的时候会刚好会用得到的。那翅膀的可动是前后动，然后这整个翅膀啊完全张开，大小也是有一定的可看性啊。这个前面这个也可以折下来。那翅膀的话呢，就看你喜欢怎么摆就怎么摆吧。脚的话呢，根部是一个球冠，目前很紧，而且有一侧呢非常的紧啊，这一侧还好，另外一侧会发出噪音呢。哎，这真的是白噪音了啊！然后这里有一个双重的关节，然后每一根爪子的话呢，都是使用了透明部件，然后也是可以单独的往下折下去的。尾巴的话呢，可以前后动一些。鸟类的特征啊，也羽毛的部分啊，细节刻画还是有的。后脑袋这里是比较空了啊。那它的一个玩具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的有一些结合卡扣啊，过于的暴露。你看这个凸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白噪音的变形过程啊，首先的话呢是先把这个两侧这里这个凸根凹给松开啊，这个呢就是我也觉得呢这个玩具呢比较危险的一个地方，它这个凸啊是非常赤裸的一个凸啊，包括就是刚刚提过的这个地方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抠开的时候呢，各位要留意一下这个安全哦，不要掰错一个方向，我怕它会一个折断，但是你顺势掰应该是还好了啊。然后这个翅膀的话呢，就顺着一个折叠的方向就能收，就把它正式收进来。这里有个卡扣，把它给扣上去。那么这里的话，给各位看一下，你就这样顺势这样推就可以了。然后最后这里啊，内部这里有一个凸跟凹啊，记得把它给扣上去。那以及这个地方把它给挑出来啊，整个的你只要把它往内一挤压啊，它会通通推到一个定位啊，非常妙的一个收纳，完全不用去思考啊。再来，我们就进行两处的解开，一处是胸口这里解开，再来是尾巴这里给解开。然后尾巴这里解开之后啊，我们可以先的把这个脚的话呢，先往前面推一点，这个地方非常紧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进行三处的一个大回旋了啊。首先的话呢，先把这个地方做一个大翻折。然后这个翅膀先往后面推一点，腾出一点空间，然后把这个头雕啊，不对，面罩往上翻，然后头部旋转一百啊，不对，是整个连同这个头部转上去到这里，然后翻折180度过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啊，就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在这边把它给扣上去，到这，好，暂时到这里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两侧都有啊，这样一扣。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头罩呢给翻到上面来的话呢，会在这里会形成一个抵触啊。再来，我们把这个部件旋转180度转上来，到这边，好，到这里，然后这里往前面推。那这一块部件我已经先把它翻好了，扣上去。最后就是收纳这个脚啊，脚的话其实很简单啊，就往上推就可以。然后呢，把这个脚的话呢转到侧边，脚爪转到侧边，整个的给打直，这个原本应该打直的地方全部给打直，这样子。然后把这个地方，它是把这个透明部件啊，透明部件这里有一个透明部件，你看这也是一个，它的一个凸都太细小了，不能，也没有说到很，不是说非常非常细小，但它就是偏细小，然后插进这里头有一个缝，把它给扣进去啊。这个白噪音它很多的结合卡扣都是这样，这个凸都过于的细了啊。
那组合起来的时候呢，就是虽然，总而言之你就要小心点，我只能说你要小心一点。那它的一个方块形状非常的特别，你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它完全几乎就是人物的这个外壳的里部，你看都是几乎都是光滑面，就是原本的这个反过来把这个人物的里外做一个翻转，然后就变成了这个形象，所以它的一个外壳。你可以说它没有细节，对，它的方块其实几乎是没有造型，当然这也可以当成是一种造型了。Anyway，它的形状跟之前的 Vertoise 的任何一款的方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，都是不一样的。那变形因为三次的大回旋，使得它有一个相当高的一个乐趣性啊，然后记忆点非常的强。那变形的时候就这个凸呢比较有点小危险，各位要特别去注意一下。那鸟的造型非常的好看，那有一些透明件，关节紧实度也算恰到好处吧，除了一处啊这个地方偏紧之外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啊。那一个我期待已久的玩具来说呢，这一款倒是没有让我失望啊。那就利用今天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